通常妈咪高压都要半年以上，根很满才会剪下来。但是这只下面因为都干了，在流晒树上也没有用了，所以就剪下来了。基本上这个都可以假植了，但是要小心，根不要摇断了。马美的根很壮，基本上高压苗都没问题，种个几年就比十层苗要壮了。你看这个都干掉了，水分上不去了，没有效了，剩下一点点有通而已。